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感谢你来欣赏我的作品，希望我的创作这个艺术图会使让你心情美丽、健康甲幸福。另外我嘛期待呢，有你的支持，透过我这个作品甲伊挂起来，会使让你的厝内底、办公室，还是任何的所在，拢会使真适配，让咱这个整体环境更加美丽。在这个作品当中，我把中文传统优美的毛笔字、振作的艺术，啊，甲画图的笔墨，全部拢甲伊结合起来。我所使用的纸质，嘛是咱伫咧道教当中祭拜神明所使用的纸，嘛就是咱讲的寿金，也是金纸。伫咱台湾的文化内底，红色甲金色是代表这个幸福、健康甲财富的意思。这两种色彩。不管是伫台湾各种的节日，还是按个人重要的日子，拢嘛看会到。伫咧这幅图内底，我有写到台湾甲福德这笔的中文字，希望你有介意我这个毛笔字。福德这笔这四字是为两句无共款的成语所结合的。头两字福德是为福德在福这句话所来，伊的意思是讲。道德高尚的人，会使承担重要的任务。上尾啊，这两字“积弊”是为“积善积弊”这句话所来。伊意思是讲，一切拢会使做到上完善、上好。咱即马嘛进入2024年，台湾即马嘛有家己新的总统甲副总统来领导即个国家。我想要祝福家己的国家。希望台湾一天比一天，一年比一年搁较好，社会上嘛更加圆满幸福，国内经济强强滚，嘛有更加完善的计划来照顾需要帮助的民众。最后，祝福咱的新的总统甲副总统一定要勇敢、坚定、甲同理心，保护台湾和台湾人民。阮台湾伫世界舞台上更加光彩美丽。如果你若拢有介意我所创作的艺术图，你嘛会使参考我个人的网站，我的作品甲联络方式拢放伫遐。另外，我嘛有使用 X、Twitter、Instagram、Facebook、Pinterest，真几个媒体拢嘛会使找着我来甲我联络。希望伫我的作品当中。你拢有感受到我对画图创作的热情，就亲像咱看一本足感动的小说，也是看了一出足好看的电影。欣赏了后，我的心情充满快乐，同时嘛感觉真趣味。乡亲，真感谢恁欣赏这个影片，期待后一摆再相会，多谢。